滚！龙战心元能量币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呀！这是龙战士星元变身器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走狗屎运了呀！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变成龙战士星元呀？我可以试试呀！站住！龙战士星元变身！竟然变成龙战士星元玩偶！铁子，也太厉害了！琪琪、土豆，你们看到了？看到了！你现在可以变回来了吗？可是这要怎么变回来呀？变回！什么情况呀？铁柱，你倒是变成人呀、啊？不行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变回来呀！铁柱，你不会永远都是龙战士星元玩偶了吧？不要啊！我不要一辈子都当龙战士星元玩偶！你们快救救我呀！救你？我们要怎么救你啊？冷静！刚刚铁柱用这个龙战士星元变身器才变身成了龙战士。你是怀疑问题出现在变身器身上？没错，让我研究一下，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？喂！你们想到办法救我吗？别急，土豆正在想办法呢。这个变身器。看来还真是那个变身器有问题啊！可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？要不你把它拆了看看？是呀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变回人类的按钮呀？很有可能，我再仔细看看。可是这个按钮在哪里呀？